你们好，现在我要制作汉语，可是在2011年我住在中国，我在华中科技大学学习汉语，所以现在我要读书，这是我的书，在中国这是汉语阅读有招生，不好意思，招生，所以这是一段的读的东西，不好意思。茅台酒是世界三大名酒，中国茅台、法国勃兰地、斯克兰威士忌，至于仅有八百多年的历史。1915年，茅台酒在美国巴拿马湾国博览会上将近，从此完全什么，不好意思，这个词我不知道，所以其他的东西我可以读。1999年10月1日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9年之际，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发行第五条人民币。受发行不好意思，发行新100元券。第五条人民币共有100元、50元、20元、10元、5元、1元、5角中面额，其中100元、50元、20元、10元、5元为纸币。5角1角为硬币，1元有纸币和硬币，总。这是我觉得就是不好，我忘了很多的字在中国汉语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点点的不好，很多不好，所以谢谢。